仔仔夜会千华游艇拍拖，只艇只系仔仔噶噃，千华笑晒似好期待咁，不过唔好心邪噃。佢哋前晚喺西贡拍紧杜琪峰嗰套单身男女续集咋，二集讲去咗北京医情商嘅古仔。有一日撞翻初恋情人千华，但千华已经有爱人，即系仔仔啊，搞到千华唔知点拣啊！咁梗系拣仔仔呢个仔啦，佢唔使埋位就匿入仓打电话问 Torres 嘅情况。咁心系个仔，就算同几多个靓仔做对手戏，都唔会分心啩。